啊，刘玲兄，这大家平安，今日日咱要来甲大家谈一个非常趣味的话题吼，就是圣经内底呢，那顶好额的故事，顶家己好额啦吼，这是即马现代人的一个现象吼。啊，咱对圣经来看，圣经安怎甲咱解释？圣经人讲，咱都爱咱看经文吼，甲咱讲，咱就爱谨守吼咱的心吼，啊，爱除去一切的贪心。因为咱人的生命呢，唔是讲伫你偌好业，所以我想这是圣经一个原则，就是讲好业无好业吼，这个唔是咱幸福过了好歹的关键，吼、哦。啊，所以咱先了解这点，一个人是安那咧顶好业，哎，就是咧顶好命，伊就是咧顶讲，你看我遮好业，你看我遮好命，你足歹命，哦，你看我偌敖，咧顶家己敖嘛，要顶家己好安尼，但是圣经呢？伫遮无甲咱讲会当顶啊，袂当顶，遮是无讲。但是遮甲咱讲一个要紧的原则，就是讲啥物？讲吼，一个人好歹，毋是伫伊好业。所以咱首先了解一个观念：如果你的好歹毋是你好业金钱的决定，啊，你就毋免顶啊嘛，是毋是这个道理？吼、哦，所以古早的时阵吼，好业人较无咧顶，你敢知影啥啦？因为古早的时阵是。万金万般皆下品啦！哦，讲安尼就好嘢，哪有啥啦？都爱搞读册，所以咧古早的时阵咧，咱规个社会咧强调一个人爱搞读册，去考条状元哦啊，安尼有影规家族吼拢真有面子啦吼。所以咱伫以前咱的习惯，未去点我外高，是咧点我外巧，啊了解无？哦，古早咱的文化，感觉讲一个人巧。比一个人好业，佫较要紧，所以爱顶吼，爱顶讲我即马状元啊，因为咱讲坦白的啦，你若得到状元吼，你若做官吼，唔敢讲好业啦，你若卖贪也无一定好业吼，但是至少你袂散，这是古早，古早的农业社会阵吼，你钱遮济也无效啊，敢毋是？无物件通买嘛，你也去想，农业社会，你讲我钱足济啊，直接买土地尔。啊！你土地足大地，收产真多哦，生产真多，阵才搁摕去市场卖啊！啊，卖卖咧，搁较好个，啊，当是变安怎？恁兜也无变流产晒啊，是毋是？啊，你好个是有意思物啊！你较好个，结结是报细姨家娶贵个啊，结结是安尼尔啦啊！啊，无讲我较好个，我住白种阮兜厝，结了较水，无影啦。讲我好个，阮兜食鸡偌好，嘛无影啦。你了解无？因为古早的时代，大家农业时代，大家经济生活差无济啦，哦，好业甲善的人吼，差无介济，啊，迄是咱即马即个时代，哦，即马即个时代好业甲善吼大哦，迄差济咧喏，哦，迄赛车赛啥物车吼，迄差济咧喏，啊，食啥哦，那差真济啦吼，那正经好业人，迄是食山珍海味啦。人个食一顿，冻咧恁兜食一个月，哦，所以即马即个时代时阵，大家说改变，即马咱变做看一个人有好业无，是比一个人有巧啊无，佫较重要。即、這个是时代的转化，哦。但是圣经安怎甲咱讲？圣经讲毋免等啦，因为你好业无一定好命，即句话记了，好业无一定好命。当然，咱不是讲好家一定歹命吼，咱家己贪无钱安尼，安尼咧共笑吼，唔是这个意思。圣经是甲咱讲，有个人好家是好命，但是无一定，因为嘛有个人好家，但是歹命，吼、哦，嘛有啊，啊，善家敢若存钱尔，虽然真好家，家里不好啊，虽然真好家，因翁因某无甲疼惜啊，啊，伊个感情生活足空虚啊。虽然好个，但是规身躯病啊，钱拢摕去食药啊，啊！虽然好个，但是个人玩啊，无朋友啊，啊，这拢有。所以咱今日要对圣经吼，要来看有几个例，因为这个主题吼，我想应该是大家也毋捌听过才对啊。所以呢，咱对圣经要来看几个例，啊，也是你毋捌想到，讲哎有影吼，迄是咧顶好个呢吼，有诶有必要，啊，有诶呢无必要。所以这是咱今日要甲大家做伙来看吼。来，头一个咱来看一个故事，是较无好的故事啦。讲卖顶啦，
你点好业吼，点甲你害着你个国家，点好业吼，点甲国家无去啊，安尼有严重无？真严重啊！咱来看一段经文吼，这段经文咧讲啥？这段经文咧讲以色列国因一个啊，到末期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希西家王，这个希西家王呢？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好王，你注意哦，他是敬畏上帝的好王，他不是一个歹王，哦，啊，他那时候破病，上帝跟他说呢，他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哦，就说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哦，所以呢，你要这样，要有准备心啦，哦，你的准备心就是说，来，我经文给大家，内容记下，我大家小可来，我大家小可看较清楚一点嘛，来啦吼，来，就是圣经啊，圣经吼，你的时间，你的寿命已经到啊，安尼啦，吼，啊，希西家王迄阵，上帝讲啊，你敬畏我，我先甲你骗啊吼，所以上帝是派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吼，去甲伊讲，去甲伊讲，你的时间已经要到啊，安尼，啊，所以落尾呢？这个是说，是说跟我上帝求啦，求讲你拜托你给他治我的病一个，哦，我唔忙，我活过较久，你像我呢，头前个王拢做甲真歹，我做了袂歹吼，但敢无值得我活较久咧，安尼，跟上帝求讲要延长伊的寿命，啊，上帝甲答应，上帝答应了，伊病全好，哦，所以咱今日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咧讲，伊病好了后呢，伊怎呢？心情太过好了，人家说痛过头去了，欢喜一个过度，率全呢，将伊国家内底的这些金银财宝呢，拢总捐予外族的人来看，啊嘞，所以呢，上帝呢，怎叫先知来解责备啦，叫以赛亚来解责备啦，看你一个创啥，讲你是红看啥？啊！伊世间，迄阵佫戆戆堆堆呢，迄阵佫不知不觉呢，伊佫甲应一个讲，嗯，安那有啥？啊，我着足好个啊！哦，你看我即马做即样，做甲偌成功嘞呢？做我将我的国家的即款，你看，哦，你看我这金银财宝，你看我偌好个，你看我偌成功安尼啦。结果呢，伊西阿总甲讲啥？讲你实在你做一件足戆个代志啦，啊，钱唔通垫啦。钱若赚会出代志啦，若讲全台湾咧赚好个，上出名的咧吼，就是叫做一个白冰冰，啊，落尾呢，因走囝白小燕的名案哦，即轰动，真正轰动武林啊，惊动万教，为台湾拢知的一个例，啊，就是咧讲到伊啦，就是咧讲到啥物，就是咧讲到讲即个啊。伊就是迄阵咧电工引导吼，安尼，咱嘛袂讲讲伊电真好个，伊是咧讲台湾足好个啦，吼，予伊安尼一个平凡个查一个查某人安尼会当过着好个日子安尼。啊，结果呢，人家翕讲引导偌水偌水，哇，煞予歹人吼，佮家己个亲情安尼，煞看一个安尼起贪心。所以咱第一段个经文甲咱讲，毋通贪心啦，看人好个毋通贪心啦。那贪心会出代志，啊，结果真正出代志，哦，啊，今日今日咱所读的《列王记》这个故事嘛是安尼啦，啊，就是咧讲到讲，当伊将伊个国家的好业顶红看的时阵，煞引起杀机啊，别人看到贪心嘛，啊，贪心要来抢嘛，啊，要来抢当然先甲你拍嘛，所以呢，上帝透过以赛亚就甲讲啊，上帝透过以赛亚甲讲，你若安尼，你做这个代志唔对。你若做这个代志了呢，你的国家会灭亡，哦，你也害你的国家灭亡，嘛呢？啊，结果真正呀，落尾伊的国家全灭亡去啊，哦，所以来咱大家来看这段圣经的记载吼，就是给咱提醒，哦，来咱安尼小看，大家看较有，啊，讲啊，你哦，巴比伦的这个人。来看啥？伊讲我都啥物拢嘛互伊看，哦，等我熬，等我好个安尼啦，哦，
结果呢，这个以赛亚传对这个希西家王讲吼，阿达你做这个代志是有够戆的啦，讲有够瘾头的啦，哦，讲安尼最后将来吼，将来我已经看到你的命运啊啦，哦，因为你安尼等你的好嘅，你造成人个贪心，啊人贪心来甲你拍，将来你的瘾啊会用掠去，哦，因为古早时唔是讲拢甲人甲你抢，迄、那个钱甲你抢抢的尔嘛吼。伊钱甲你抢去，国家的财富吼，伊甲你收去，伊互你这个国家的人做引导的奴才啦。迄就是古早的社会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吼、哦。啊，结果你们知希西家王迄阵吼，历史记载希西家王讲，哈，哪呢？吼、哦，所以讲好啦，啊，你讲，你甲我讲，多谢你甲我讲摇花车的话啦，吼、哦。这段经文足侪人看无，吼、哦。这段经文两个解说，我讲互你听。希西家王对以赛亚讲：“哎呀，我的话讲了真好啊，吼、哦！啊，都那伫我平常时啊，都我也未死之前，那我在位的时阵，国家平安吼，安尼就是好啊啦，吼、哦！所以头一种解释是讲，这个人足开心啦。这个人讲：吼、哦、啊，所以要洗洗阮子孙就对啦，无我的代志啦，吼、哦！啊，所以无差无差，这是第一个解释。哦，但是第二个解释是神学家，也是讲这个圣经的学者。”大家较侪人同意的解释，就是讲，伊即句话意思是讲，耶和华的话真好，就是讲，多谢你来甲我警告，吼、哦，多谢你来甲我警告。啊，那安尼吼，至少我在位的时候，我都爱甲上帝认罪悔改，吼、哦。既然上帝讲我将来的子孙安尼，所以唔忙讲我甲上帝认罪悔改了，吼、哦，是毋是这个处罚看会当取消啊？未当。所以，伫另外一段经文有讲啦，讲即个希西家王甲伊个国内个即个百姓吼，大家怎啊，家己在承认家己足强哦，所以甲上帝谦卑认罪，所以伫伊个国家个任内，全无发生即个代志哦。但是真可惜，因为伫后壁个王是无好用，所以后壁个王无好，地到落尾，的确有影即个巴比伦就将以色列国。哦，南国叫做犹大国啦，吼、哦，转家伊毁灭掉，吼、哦，所以这是一段历史的一个记载，啊，所以咱知影吼、哦，咱伫这个另外一段历代之下，吼、哦，伊就记载一段的记载，吼、哦，就是咧讲希西家王甲伊的百姓就谦卑，因就承认讲啊，安尼阮实在太骄傲，伊承认伊骄傲，是安怎，啊都。王带头嘛，点好嘢嘛，啊，这不是骄傲是啥？等我你看，我足好嘢啊，安尼，哎，就是变作骄傲去啊，啊，变作骄傲去的时阵，落尾吼，安尼真可惜啦，吼、哦，啊，就是因为伊的骄傲，啊，所以造成落尾伊的国家的灭亡，吼、哦。当然，这个甲咱拄仔咧讲的这个白冰冰，迄个无同款啦，吼，咱白冰冰咧本来是足好心，伊是咧强调台湾足好吼，啊，迄些是迄。叫歹人安尼，迄实在是足无辜啦，来受害吼、哦。所以你看到尾，这个白冰冰嘛出来做足侪社会公益活动吼。伊、哦、从一种开始，伊也一个体会。其实伊也是伫迄个机会慢慢有接触信仰，因为伫伊足艰苦的时阵吼，迄、哦那个天运师班吼、哦，有去甲伊鼓励，有去甲伊安慰吼、哦。所以慢慢，伊对迄时阵才开始讲啊，世间毋是干呐讲啊，有钱啊，事业有成功安尼，都爱佫有心灵。所以你敢知影，迄叫做因祸得福啦吼，是因为迄个因果，所以慢慢有来接触信仰吼。所以你若看咧身边的人，有人安尼遭遇着这种代志吼，我想咱唔通当边啊咧偷笑吼，即安尼想歹心啊，咱都爱真正为来祈祷吼，唔忙因来当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好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啦吼。咱即马当来讲圣经的这个故事，所以伫透过历代之下咧记载讲，所以因规个国家的尊崇谦卑。因为点好业，点一个过头，家己有惊到，所以因怎有谦卑，所以这是一个啊，也是讲一半好一半歹啦。一半好就是因有谦卑，啊，一半歹就是讲谦卑无偌久啦吼。人讲好业未过三代，所以后来伊个国家落尾也是因为新的王做了无好，所以落尾规个国家最后地教也是灭亡去啊。哦 ，OK， 所以这个是。圣经甲咱教示啦吼，你若伤过骄傲啦吼，你若骄傲咧等你好业吼，爱紧悔改。若悔改的时阵吼，凡是上帝佫会通予你机会，
让你来度过上帝原本要降乎你的一个驾驶啦。所以这头一点，大家记得吼，圣经内底咧点好嘢，就是希西家王 number one 啊，伊咧点伊好嘢，啊点一个怎啊引起别人对伊个国家哦有即个无好个念头。所以这个头一个故事，甲咱教示吼，咱爱注意，有当时咱唔是挑你国，咱唔是挑你国要点哦，但是咱可能家己爱足注意讲。你的好业，比如讲你选少啦、黄金啦，哦，啊你好业，恁家见面财富吼，你是予啥物人知？你若家己人知无要紧，吼、哦，但是你若予外面的人知，你若予即个歹人知影，迄、那个足危险。哦，所以甲大家提醒哦，吼，圣经甲咱教讲，好业毋是问题，你若好业感谢主，但是吼尽量毋通点，因若点了毋对人，吼、哦，可能。效果会正凄惨，哦，啊，万一你若有点，紧紧悔改，紧紧悔改哦，爱改掉这个习惯，哦，这个人一点就是自卑感，你知不？哦，想要点讲我比你较好啦，想要点我比你较优秀啦，吼、哦，这种想法、这种观念是无好的观念，哦，所以来这对大家来说明一下，吼、哦。第二呢，咱要来讲圣经内底第二个点好嘢故事，吼、哦，什么人呢？大家拢知影。世界第一好业叫做所罗门王，哦，所罗门王咯，伊咧点吼，伊毋是条例国，伊毋是条例国，所以咱来看下圣经另外一个咧，甲咱讲另外一种点好业叫做所罗门的点，吼，来咱来看，来，咱来看这段圣经是讲到讲咧，伊讲咧对非洲吼有一个女王，那叫做示巴女王，啊，示巴的女王。迄对非洲来啦，伊就是有听到人咧讲，啊，伊听讲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王，讲唔捌看人有遮巧，阁遮好业，啊咧，所以想想咧讲，啊，咱来偏方一个无，所以呢，伊就来拜访，啊，所以你才讲足古早进前，即个生理人啦吼，即若有钱通赚吼，真正啥物事都有人赚。所以这做生意这做足古早就有啊，无无人机无汽车的时阵吼，敢那骑骆驼吼，敢那骑马安尼吼，伊也要去做生意啦，啊，所以呢，就有一款生意人，所以生意人伫迄阵的世界各地方，伫埃及啦，哦，伫中东啦，伫迄个所在吼，伫行动安尼，所以呢，当然因对这个所在去到另外一个所在，一定会讲嘛。看无咩所在是安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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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王听嘛，啊，所以就有人是对中东、对以色列的所在，因就去到伫非洲去咧做生意，去到伫非洲的时阵，就伫遐咧点，讲啊，你都唔知恁非洲这个什么叫个所在，你唔捌看过真正的世界，这个世界吼，恁敢那亲像。一只四脚吼，啊，落咧伫咧古井下骹啦。恁都根本都唔知影外口的世界有偌伟大啦。吼、哦，人个所罗门王，你敢知影？哦，伊偌水呢？伊个风景偌水呢？甲你这草啊厝拢袂比一下呢。所以，像这非洲的人吼，唔捌看过咧。讲啊，敢有这款呢？啊，无来甲看卖，要哪会使？哦，迄王啊呢？听甲生理人讲甲心中喵的啦，就讲安尼好，决意要来甲看卖咧，啊，所以圣经记载讲，伊呢，伊就去拜访这个所罗门王，啊，然后呢，圣经记载啦，哦，讲呢，伊看到所罗门王啦，迄根本就金啊，无金啊，甲咱未输砖啊，甲同款就对啦，无稀罕啦，你知影？伊真正看一个规个惊着。所以圣经记载讲，伊就去看，啊，伊就去看规个所罗门王，哦，一个看尔，讲哇，真正惊着，啊，所以咱看圣经内底有特别记载，讲所罗门王呢，怎啊定义好个，哦，总共这个嘛唔是条例过啦，啊，这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是哪？所罗门王是一种应该来讲。所罗门王的好业是人类一种文明的进步，就是讲在所罗门王进前啊，
都算好业，伊也毋知影迄个钱要安怎开。但是咱大家拢知影，所罗门王是足有智慧的一个人，头脑足好。所以人伊好业，伊会想讲，哎、欸，阿、啊、姐，我会当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所以所罗门王伊也是一个艺术家，伊也是一个建筑家，哦，有迄个想法，啊，佮有迄个钱通做，所以这个是人类，那伫所罗门王之前毋捌有这个情形，哦，就是讲又佮有想法，哦，有头壳，有脑袋，又有口袋就对啦，哦，佮有想法，但是他底下佮有够好业，会当将伊个想法来实现出来。所以呢，圣经记载讲呢，所罗门王呢，伊就开始呢，将伊个国家、伊个皇宫，哦，将伊安怎设计，将伊安怎样表现迄种艺术感、迄种建筑，哦，迄种雕刻，哦，伊讲指示，哦，伊讲教讲你这着安怎做，看他甲刻一个花。啊，看袂当甲安怎安怎安怎？啊，我皇宫外口倒爱两只狮啊，啊，着安怎安怎？迄来时阵，人才有迄种感觉，迄着是有头脑的人才想有啦。迄若无头脑的人哦，迄着算好个吼，干会用钱摕出来赢尔啦，袂用开钱啦。所以咱简单讲，人所罗门算有水准的好个啦，哦，有水准有程度的好个人，哦。啊，较趣味是安那嘞？圣经记载呢？圣经记载讲哦。讲这个王呢，见到所罗门吼，所有这个智慧呢，伊讲吼，看到嘴阿阿，你知无？惊到，规个惊到，看一个话拢讲袂出来，因为都自生目睭，毋捌看到这个这种个情况就对了。迄个咱较早来讲，装卡人入城，毋捌去过百货公司，毋捌看过迄个场面，干那捌看过夜市啊。毋捌看过，我坐电梯，阁有小姐伫内底穿水水，甲你讲欢迎光临。哦，啊，毋捌看到讲卡呢？哇，迄装卡人来多机啊！看讲卡有即落安尼啦？迄倒一个阿嬷安尼对电梯行入去尔，门关起来，过无几分钟，门阁拍开的时阵，变一个少年的行出来。吼、哦，你咧笑话讲一个阿公，一个看到这尔都。动机立端啦，马上将因某迄阿婆啊吼，马上啊塞入去电梯，哈，想讲等下门若阁拍开，换实身就对啦，啊，迄就是咧笑嘛，笑讲迄庄家人毋捌见过世面，毋知影天外悬，毋知影地外阔，毋知影好业人安怎过生活，毋捌拄着啊，我是看一个惊着，哦，所以这个非洲女王来遮，嘛是看一个惊着，看着。人咧做王迄种班，甲你咧做王的班，对无？你做一个非洲王，啊，干来喊一个威武，想要结一个班，然后边个人干来提竹篙，怎么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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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干来会晓安尼尔啦，哦。但是去看所罗门王俩，哇，人这做王这个办事完全无共款啊，哦。所以看就这文武百官迄种场面，你讲这个叫做文明，这个叫做进步。啊，这个叫做进步的国家，惊到啊！所以当然，伊去伊是伊毋是空手去哦。迄遮尼远，咱阁是个王，对无？啊，袂当遮当生嘛。所以要去见所罗门王时，伊是带足济金银财宝去啦。喏、啊，伊带足济金银财宝去，啊，落尾所罗门王也收收伊足济遮个伊所收藏的。一寡个收集品安尼就对啦，嘛礼物交换就对啦，吼、哦。啊，所以呢，咱即马讨论一个问题吼。所罗门王一定吼，即个女王去看啥物呢？看伊为耶和华所建立的即个圣殿嘛，哦，一定嘛是安尼嘛。啊，即马问大家吼，圣殿内底上帝讲圣殿内底物件拢爱足好个品质，吼、哦，要起上帝殿用个茶。是上好的茶，啊，内底的玉圭吼、天塞，迄种用金啊来去控的。所以你甲即马吼，你敢知？伊甲即马吼，咱你若看，你若伫美国，你就知影盐湖城吼，啊，迄叫做摩门教嘛吼。因的教堂的顶面吼、厝顶啦吼，一定拢一个天塞在分护甲，因为因是咧强调讲，因的信仰是天塞来传的。但是，即咱基督教无甲圣经咯，我圣品咯。咱基督教是咧讲，圣经是耶稣基督啊，
将上帝听世间人的真理，是耶稣来到世间传予世间人，毋是叫天使来传。哎，无问教因是讲天使来传，迄个是毋对啦吼。我但是我今要讲就讲，你像无问教吼，因若咧教堂吼，上处顶的所在喏，拢有一个天使咧分火甲安尼吼，迄身拢纯金的，都是要点，因要点因的实力啦啊。但是这种点，跟咱一般的点好家是无啥同款。这种伫信仰上是用啥物？是用种上帝尊贵，都爱用咱的建筑，用世间上界尊贵的黄金来表达咱人对上帝的敬畏哦。唔通安尼无大无细就对啦。迄就敢若讲，你若要见总统，唔通穿双衬托啊去，足无礼貌的啦。你要见总统，总统是将咱世间的权威的代表嘛。所以你见总统，你要穿西装，你要穿礼服哦。你要见总统时，你一定要西装打扮，一定要真正式安尼啦。所以你要见上帝嘛是同款。所以我想圣殿内底上帝的规定，用的茶拢上好的茶，伊的材料拢是高等的材料。迄个是要表达啥物？表达咱一个人对生活本身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今物要讲一点咧，我今物要来讲一个重点。我想问咱基督徒会当带好处无？会当塞火车无？你敢会当讲哈？安尼咱算讲基督徒，基督徒拢敢会当挑倒摆？啊，基督徒敢会当带破厝？啊，基督徒内底厝内拢袂当装潢，是这个意思吗？唔是，所以我想大家观念爱正确哦，哦，观念爱正确。一个人伊的这个财富。哦，伊个钱财会当提升伊个生活个水准，这个圣经无反对。这是人个自由，这绝对是人个自由。圣经讲上帝嘛是祝福阿伯拉罕真好个。哦，咱等下就要讲到阿伯拉罕啊。哦，所以一个人好个时阵，伊若有想要提升家己个生活，比如讲有个人厝个收集足侪古董，人这是用水准个。哦，人伊看有啊，咱看无啊，对不？咱壁顶面吊的一百个画，你想阮兜我吊这個，我唔知道是啥哦。啊，但是咱有个人厝的吊的，人是足出名画家画的图哦。啊，你袂当讲伊叫做炫富，这无同款，这无同款。因为伊是用迄种我咧欣赏一百画，会当提升我规个生活的水准。哦，咱过来讲，比如讲咱基督徒出门，咱也驶较好的车，啊，这样会使无？当然会使。是安那？这个随着安全啊。咱驶足好的车，毋是要点我外好个。我驶足好的车，是因为我考虑，讲我即摆年岁侪啊，尤其吼，你若看国外吼，迄少年啊拢驶烂车，啊老人拢驶好车，是安那？足简单个道理嘛。少年啊反应紧嘛，伊反应紧，你驶车凊彩驶嘛，伊袂出代志嘛。啊，若食较老个时阵吼，反应稍微慢一点尔，毋是讲弄到红弄嘛。所以。有需要塞较好的车无？绝对有需要，绝对有需要。因为你若出一个车祸，你若莫讲大车祸，人咧小可弄着，迄少年啊弄着尔，无要紧啊，迄骨头安尼歪歪歪歪的尔就好势啊吼。啊，咱若食较侪回来，迄弄弄着尔，迄就好势啊，迄无共款的好势哦。迄弄着全好势去啊吼，袂堪进嘛。啊，所以变呐，咱都爱塞较好的车，哦，较好的车上面较安全，上面呢？较舒适，人食老啊，哦，唔是像少年啊，无感觉。咱人食老有感觉，啊，你比如讲我最近吼，我以前咧驶车，我袂感觉讲吼，车足差个安尼。啊，少年啊，那较早少年时阵，车内底音乐放比你外口较大声咧，咱是咧惊啥？哦，啊，即摆无共咧，有真正有差，真正有差。即摆感觉讲吼，哦，那会遮差。我即摆体会，人若较侪岁，足惊差。啊，有当无讲话就吵，谁那吵？因咱咧车咧走吼，迄车链甲涂骹吼，迄个狗吼，迄咣咣咣咣咣，有当感觉哦，足吵的吼。我即摆当体会，谁那若当啊驶较好个车，咱个心会较清，因为你较好个车，伊个隔音较好，所以你外口个声听较无，车内底较安静。老人是需要这种安静。啊，所以我今日要来讲这个。圣经咧点好耶稣，也顺续要甲大家教讲，唔是讲咱基督徒袂当过好的日子，绝对唔是。哦，你讲我食较老啊吼，我想我带一个品质较好咧，我逐天啊生活
生活的素质吼，生活的水准提升，这个绝对是好。吼、哦，我食物件食无济，但是我嘛讲，我食物件时阵食这个品质较好，这拢无问题，这拢无问题。只不过是讲，你无论是过什么生活，爱知足就对啦，爱知足啦。啊，唔通食碗来看碗外啦。唔通讲，我咧嘛过这个生活，过较足不知足，一直嫌嫌讲别人哪会遮好安尼，那安尼就唔对去啊。吼、哦，所以基督徒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知足。吼、哦，在知足的这个经营之下，你要在你的经济能力之下，你要过较好的日子，这个绝对是 OK。第二就是讲。那是圣殿、圣经，这个教会要用的物件，咱佛教的物件，迄个是代表咱全体对信仰的态度，所以用较好，我想这个是 OK。哦，所以咱提出这个主题啊，吼，圣殿上帝要求材质用较好，迄个是上帝要透过建筑物提升人对信仰的思考。也是提升人对天顶迄个将来的世界比即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一种感觉，安尼大家听话吼。所以唔是上帝要建立好嘢，上帝无需要建嘛。上帝予咱圣殿内底真水，亲像足侪人去欧洲的教堂，伊即边呢，伊会开始对这个信仰，伊会被吸引是安怎？看到迄个玻璃，看到迄个建筑物，看到迄个规个这个场面的时阵。有一种敬畏的心，因为迄种物件表达出种人对未来的世界、人对天国的一种渴望，迄袂当凊彩嘛，啊，袂当我这个物件凊彩比阮兜较差，你怎变成我对将来的世界煞无迄个渴望去啊？安尼啦，所以这个解释给大家听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圣经记载讲，所罗门王当伊将伊的国家一切美好展予这个女王看准。这个女王的反应是啥物呢？这个女王的反应，圣经写讲，伊全敬畏上帝，哦，伊毋捌想过人的生活会当安尼过。伊看到所罗门王的过，伊讲哇，大开眼界，到哦，原来人生是安尼。哦，诶，恁这个敬畏上帝无同款的，你这敬畏上帝，恁咧想想代志，甲我咧想代志拢无同款的，有影有差，有影有差。所以你看，基督徒有当时啊，咱的生活是当见证上帝。人看到咱的生活方式的时阵，人会去感觉讲，有影安尼，恁信上帝真正有差。美国就是安尼，哦，因为我知影足侪台湾人是安尼会信主，伊是来美国读册。啊，美国读册，老师讲警告讲，你唔通去信这阿多阿教吼。但是伊落尾来到美国时，又比较，伊比较讲。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因为这是古早啦吼，唔是即卖啦吼。即卖美国已经唔是敬畏上帝的国家吼。但是你若几十年前来，你还阁会当体会，这个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伊看到这个国家的进步，伊看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又看到这个国家咧做代志的方式，伊会感觉讲哇，安尼真正无共款。咱对人袂对，咱爱来共学，真正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甲一个拜偶像、啥物拢拜的国家，你甲看的时阵，心情是有差。啊，你是敢若像即届的病毒来讲，你美国一个敬畏上帝、进步的国家，伊咧处理代志的方式，哦，你看伊的进步的程度，你甲印度，你著一个比，你著知影啊，差一几，差足济。所以这个非洲的女王，伊咧看到所罗门王，规个。表现出来生活方式不是只有钱而已，是钱背后提升伊个规个国家的建设，啊，伊个文化、伊个艺术种种，这个女王伫迄摆规个过程中间，看一个一直海跑啦，看一个讲，咱只啊一顿差八烧啦，差人太远嘞啦，差人太远太远嘞吼，所以我想这个落尾对这个女王登去非洲。登去伊个国家的建设，一定是有帮助嘛，一定是有嘛，学真济嘛。伊来见所罗门王，所以甲所罗门王讲：我真正感觉讲，你的上帝是真的。哦，我看到你，我会去敬畏你的上帝。我感谢，我感谢，真正。哦，这逝路无白行啦，我来行这逝时，学真济，看真济，真正足感谢安尼。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咧鼓励讲台湾的朋友有机会来到美国，就是安尼。因为我当然美国不是讲万人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我个人，我迄阵对台湾离开，我去到伫
即、這个纽西兰，啊，佮去到伫即、這个Brisbane 哦，伫澳即、這个澳大利亚吼，澳洲安尼。我伫遐看时，我讲啊，真正无共款，无出来看毋知人人个好，咱着爱学。啊，当然咱着咱个好防学，所以咱连鼓励爱交流嘛。所以我伫咧鼓励嘛，台湾甲美国一定爱交流嘛。你交流，你学人的好嘛？啊，咱有机会鼓励人来台湾学咱的好嘛？互相嘛，上帝咧创造迄种，拢有伊的特，即个足奇妙的安排啦吼。所以我咧鼓励讲，哎，互台湾的朋友有机会出来看。啊，咱的即个青年，而且有机会登去台湾看，安尼咧交流，即个世界才会更加好。所以，即个非洲的女王，伊安尼来甲即、這个，所罗门王交流了后呢，对伊国家是真大真大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有肯定，哦，所以呢，伊就安尼，伊讲哦，真正属你的人是足有福气的啦，伊讲做恁的国民哦，是足有福气的啦，哦，啊，做你的大臣哦，嘛是讲足有福气的啦，我看到恁一个无同款有水准的国家是安那治理，哦，我真正学真多，啊，伊讲哦。你伫你面前听你的话啦，会当听你的话，安尼因原来学真侪，因的程度原来拢一直拢有咧提升啊。所以最后一句结论伫遮，伊无讲，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该学落的。人伊的结论最后伊看到讲，恁信上帝的人，恁信耶稣的人无同款啊。所以恁那看，所罗门是另外一种，伊毋是咧等你好呀，伊是咧表现伊的生活水准。伊是咧表现伊个能力，伊个程度，啊，所以先去才讲，即个女王呢，怎啊将伊带来个，而且黄金啦吼，啊，隆重，啊，佫足侪因块非洲个芳料啦，啊，是呢宝石啦吼，因遮较稀罕个物件呢，隆重来送予即个所罗门王吼，啊，所罗门王当然啦，也无客气啦吼，啊，也是送足侪物件吼，佮伊。该回礼安尼啦吼，所以这是一段历史上真趣味的一段的记载安尼啊。啊，伊那所罗门王嘛，讲啊，你看你买啥无要紧啊，你买啥你讲啊，我送你啊。所以这个女王看足侪物件，我这下带等于我百姓平方一下，所以以后带一寡物件，讲我今日当提这提，所以我提，做你提，提免惊啊。所以呢。最后结论讲，这个女王提真济礼品吼，登基伊个国家，安尼。你看吼，圣经有一段记载啦，讲所罗门迄阵，伊个规个迄种程度吼，伊个即阵官到啥物程度呢？伊好业到啥物程度呢？伊讲呢，所罗门王吼，伊吼规个建筑，规个即个装潢，伊个金啊。啊！伊讲用纯金吼做盾牌啦，啊，因为盾牌是代表伫烧钱，代表胜利嘛，迄古早战争嘛，吼。所以咧用盾牌，拢纯金的大大细细安尼，用安尼咧，互你入去看时，你会嘴啊啊，哇安尼，你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咧，讲出讲所罗门迄阵只有足侪伊个正特殊的即、這个。创意啊！伊这个人足有头脑就对啦，啊！啊用金啊做足侪物件，啊圣经内底讲啥呢？讲伫所罗门王的时代吼，金啊吼，敢那装啊甲同款啊，啊！讲迄都无算啥物啦，金银迄拢无算啥物啦，啊！好业甲这个程度 ，OK， 哦，所以这是对大家介绍啊。第二个圣经内底第二个故事。哦、所以你来看吼、哦，讲迄阵吼，这个王吼、哦，伊个内底物件拢进口个啦，啊、哦，伊个内底物件拢用钱四界去买转来，哦，什么物件都有，哦、啊，甚至讲伊个马啦，吼、哦，伊个咧，迄、那个烧钱的马车，这马吼，拢是名牌个啦，哦，因为古早咧马都顶咱即卖车同款嘛。咱即摆来讲，塞即个双臂名牌，人迄阵所罗门王就安尼啊。圣经特别记载，讲伊个马，讲伊个兵啊，哦，迄是当时拢是咱即摆亲像国庆阅兵大典安尼，伊个典式伊个军书安尼。
啊，电视这个武器这不同款，电视武器意思就是讲你卖乌白甲拍，吼、哦，你看阮家吼，我分两机偌济，我船啊偌济安尼，你看我兵啊偌用安尼，吼、哦，迄是有人看到会惊，吼、哦，迄是无同款的观念啊，吼、哦，迄唔是咧炫富，迄是咧点我用，吼、哦，叫你唔通话来安尼，所以你看世界各地强国吼，因拢会利用国庆的时阵哦，拢伫遐展示伊的这个国防的力量啦。迄就是咧保护家己，哦，啊，所以迄阵所罗门王哦，真正诶，所罗门王讲伊诶心里诶所有即物件咧，拢是去天边海角、世界各地方找即个上好诶物件来伫伊诶国家，无形中也是提升伊诶国家诶程度，哦。好咧，第二个故事咱来讲是啥物咧，真趣味吼。你敢毋知即个所罗门王伊安尼好嘢，到最后。伊写一个传道书，传道书的主题是啥物？爱拢假啦，空虚啦。所以这边甲咱讲讲，好业毋是袂使，哦，咱无反对好业，但是咱提出一个警告，最后会空虚。你若干呐追求这世间的财富，你干呐追求世间的这个享受，到最后你会甲所罗门王同款，你会感觉讲啊，这是足空虚啊，到尾啊，实在讲起来也无啥啦。都毋捌食过，阵足想要食啦。啊，若逐顿咧食，阵就感觉讲都无啥，你知影？迄某咧看水嘛是安尼，迄看一眼尔，讲哦，这真水，娶当个做某毋知偌好咧。当个咧娶当个恁兜，逐工看，看到讲无一样啦。可能我说哪有啥啦？啊，无啥了不起啊！啊，人就是安尼。所以所罗门王伊个结论也讲，啊，这最后吼，嘛是拢虚空啦，迄拢假啦，迄拢短暂，迄拢暂时个啦吼。咱毋免看遮重啦，啊。咱唔免就安尼，甲即个物件安尼看甲遮尔啊要紧哦。这是第二点，我咱一个提醒，就是讲基督徒唔是袂当好业，你会当好业哦。但你的好业是会当提升你规个生活水准，互你会当更加去体会上帝，互你对人生有更加侪体验，互你的人生更加丰富，这个是好哦。但是呢，照所罗门的经验，最后你的结论，最后你嘛是会体会讲。啊，所有世间的物件更加好，也就是安尼尔尔啦，啊，所以咱唔免想过欣羡别人啦。OK， 好啦，咱赶紧来讲第三个故事吼，这个可能大家都确实未到。这个是啥物呢？这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好业吼，伊是为着聘金啦，为着要娶新妇啊，所以呢，伊必须表现。伊个财富，哦，啊，这是圣经内底一段，原来是我感觉是真趣味个记载，吼、哦。好嘞，圣经记载讲啥物？讲阿伯拉罕准备替因囝伊撒要娶某，啊，伊知影讲迄阵敬畏上帝人无济，啊，四周围即个查某囡仔吼，真侪拢爱拢喜欢个啦，拢吼爱点水个啦，迄落唔通，迄落做伙囡仔看看嘞，也会使啦。啊！若要娶倒来做某是千万唔通啦，所以伊有讲唔通，千万唔通啊！所以从我家己个仆人讲，来，你替我转去我个故乡，哦，转去我个故乡哦，娶即个咱家己文化较接近个，较袂乱来个，哦，较保守个，哦，查某囡仔着穿较济个，唔通穿伤少个迄款个，啊，叫伊转去伊个故乡呢去娶某，啊，即着是古早无视讯啊。啊，无通看哦，啊，就只有讲叫外人啊，哦，啊，就拜托人去提亲就对啦，哦，啊，这有影伫古早是安尼吼，这甚至伫台湾古早嘛是安尼啊，足侪人要嫁啥物人，都已经嫁出去啊，又毋捌看过生做啥款啊，已经嫁人啊，毋捌刚听外人咧讲，听人咧提亲，因为古早，迄路途遮遥远，拢无能够去看一撮相一个啊亲，哦，佫交往两年啊，才佫来结婚，无法度啦，迄古早。时代无同款啦，啊，都嫁都嫁啊嘛吼，啊，所以在种个情形之下呢，阿伯拉罕呢，啊，就安尼派伊个仆人讲，你替我转去我个故乡去娶一个某 ，OK， 来，这个仆人呢，带真济金银财宝，为虾米？你也想看麦？咱大家无熟悉，咱毋是讲住伫隔壁村呢？现在阿伯拉罕抱进去回去他的故乡，说我就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啊，我就是替我们少爷要娶一个某，啊，你说那么多，不然你诈骗集团的，敢不是这样？
一个查某囡仔饲到遮大汉，怎啊咧骗去？较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变怎？所以伫古早的时阵，你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可靠，我毋是咧甲你骗，我甲你骗你骗怎啊？我家己都遮好嘢，我骗你要创啥？所以，这个仆人，伊是为着要证明家己，哦，虽然简单讲啦吼，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财力证明啦，哦，你即要要去银行借钱，银行问讲，你敢问钱人害？你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哦，来害，所以你要去银行开一张你的存款证明，你要证明讲你是有钱，哦，所以这本身就矛盾了，我有钱，我甲你借。哦，我阵拄来美国时，何止富甲一个，真正一个头两粒大啦。我着想无讲，迄美国人个想法到底是安怎？讲我着爱证明我好个，我着证明我好个，我着免甲你借，我头着证明我好个。但是美国着是安尼，哦，美国你着爱信用分数爱好，上好是800分安尼。我想想，我若信用分数若遮好，着代表我着无欠钱，我头着去甲你借。爱甲你借钱个，着是种信用分数真歹，着是送到尾个贵掠去个，毋则要甲你借钱。啊！但是人都钱无要借予你，这个算鬼，这是足矛盾的啦。啊，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啦。所以这个阿伯安尼叫伊仆人去，带足侪钱，这不是要等你好业，这是要证明伊不是骗子。哦，那我财力证明就是这个意思。哦，安尼解释大家都了解啊啦。哦 ，OK， 所以伊就带领，伊就这个仆人哦，就带领这个。我相信你不是干那一个人尔，你去遮侪物件。叫伊家己一个排面排好四面啊，一定是还佫有规定嘞，吼、哦，还有保全，还有一寡骹手较咩，还有即个身体较勇嘞，吼、哦，啊无你遮侪物件，你一个人路途遥远，伫路途中间，敢会去拄着土匪呢啊？这足危险的嘛，对无？所以我相信伊一定是规个队伍内底吼，咱简单讲是有保全啦。伊个圣经有记载路尾，迄个路德有无？啊？就是阿伯拉罕对伊故乡有带出因兄哥的囝，因兄哥早死，啊，所以伊想讲因囝哩也无阿无靠，我甲抓出来叫做罗德嘛。罗德罗尾家己去刷对人这个索多玛无了去吼。罗尾呢，人咧烧钱，但厝边咧冤家烧着咱兜安尼啦，无伊个代志，伊家己要活去啊。结果孙传向掠去，圣经记载讲。阿伯拉罕马上带领伊平常时啊训练有素，虽然是叫做军队啦，国家才叫做军队啦吼，迄私人叫保镖啦，会当安尼讲啦。啊，你可见平常时啊，伊就有咧训练。可见平常时阿伯拉罕就知影，讲咱啊钱济爱会用保护，啊无人来抢要安怎？所以平常时啊就咧训练，恁这人加减爱会用小钱，爱会用小拍。所以圣经记载呢，讲阿伯拉罕伊一个人带领的人训练有素，竟然去打赢军队，你敢知？去打赢当时遐个王，然后将罗德救出来，迄安尼多厉害啊！安尼叫做非常的厉害，哈！所以我相信阿伯拉罕派伊的仆人要回去，迄、那个路程中一定伊家己训练有素、足勇壮的人。是咧做保镖，咧保护因这财产的安全，是圣经无写到这里，你靠写到这一规大堆的尔啦。派一个代表，派一个仆人登去提亲，哦，所以登去提亲时拄到这个利比加吼，啊，即嘛就讲，安尼阮来，我是奉命要来提亲的啦，哦，啊，所以叫恁大人出来讲安尼，啊，所以呢，伊从登去找登去兜，看到因哥哥。叫做拉班，啊，啊，就来讲，来说明，讲我是啥物人，我上前听说参与到恁东厂安尼，嗯，啊，这拉班一个听讲，我哪知影真个假个安尼，所以圣经有记载哦，哦，圣经记载讲啥物，讲这个拉班呢，一听你讲的话，要无准多少，圣经记载讲啥物，来一笑一笑，讲又搁看到金银啦，哦。啊，看到伊予伊个送个盘手礼就对啦，迄送礼讲哇，送到这样，你有影好个哦，啊，所以这个老板一个看来啦，讲哇，安尼这亲戚会做就对啦，啊，迄阵伊在做主嘛，老爸无得了嘛，
伊咧做主，所以一个看讲，安尼会使哦。所以你看，有当时啊，这个财力证明是有伊的必要性啊，绝对有伊的必要性。好、哦，啊，所以呢，这个阿伯拉罕的父亲就开始讲话，讲我是摩米人，我都是恁的亲戚啊，吼、哦，啊，即马要当个提亲，安尼，哎，讲我有偌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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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重点来啊，伊讲呢，我的主人吼、哦、生一个囝啦，哦，一个囝了，哎，讲一个哦，啥呐，无人抢啊。所以这个父亲足够讲话啦，足够办代志的。伊讲，阮主人足好遐吼，啊，都可惜啦，啊，可惜，干那一个囝尔啦，哦，所以所有财产吼，最后拢总是吼这个囝继承去啊啦，哦，但即马有一个问题，要娶一个新妇啦，哎呦，哎呦，够讲话，啊，不会啊，你甲听看嘛咧啦，听啊，这时你会感觉讲，哎，啊，安尼哦。哎呦，啊，阮这小妹安尼，足唔敢予伊离开厝啦吼。啊，但是既然你有这个需要吼，好啦，那我来甲你成全啦。话讲甲唔知偌好听，实际上就是咧讲啊，这层婚姻这个亲情会做成，这个亲家哦，袂歹哈，好起来咧。啊，所以圣经记载讲咧，伊一个看到这个金银财宝，就讲会使，哦，会使，所以咧。就安尼，这个仆人呢，就怎啊将这个利比加哦，遐句讲我做主哦，那阮小妹的幸福，我相信看到今仔只金银财宝，我真放心。当然话无讲啊，遮歹听啦吼，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啦。好啦，安尼当你去照耶和华所讲哦，上帝来成全哦，和你的主人提去做新妇，哎，啊，所以就安尼啦，啊。利比加伊就离开伊个故乡吼，啊，所以就去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咧甲咱讲吼，讲啊，一个好业人的品格是上要紧。好，所以阿伯拉罕是真正是足好业，但伊个品格，咱才伊真有信心。咱也先讲伊真有贴心。哦，伊替所多玛罗摩念两座城祈祷，所以伊也足有贴心。过来伊也足好灵命，因为上帝讲我要做个代志，袂当无甲讲。所以我想，一个人有好业无好业，这个基础，一个好业的人，真要紧你的品格是安怎？哦，你若好业品格歹，可能做足侪歹代志。啊，你好业，但是你只要品格好、人命好，哦，啊有贴心，我感觉讲这个是好代志。阿伯拉罕就是我通看到，讲免得正确来使用伊的财富，哦，所以这是圣经内底几段。诶，故事啦，吼，啊，只不过，而且嘛，要搁再强调啦，真可惜啦，伊真好业吼，啊，因囝有无伊莎吼，罗贝加、利贝加这两个人拢算好业人，叫做富二代啦，吼，因为婚姻罗贝无介好啦，因为我感觉，咱无反对好业，但是啊，真正一再提醒，那囡仔吼，伫一个相对好业的环境大汉，常常。对无啦好，哦，虽然莫怪咱讲好业未过三代，哦，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因为伊想好业时，伊未受福；，爱想好业时，伊可能会成歹去。我看到利比加就是一个成歹去的一个查某囡仔，啊，往成歹去。因为迄阵呢，伊生囝时呢，都怎啊大细巴安尼，伊疼阿哥，啊，较未晓疼伊的兄哥伊嫂。就这个落尾造成家庭的失和，甚至伊还佫联合因囝去骗家己的翁，所以品格有一点仔问题啦。哦，啊，伊嫂嘛是安尼，干那样食啥物代志都不管，干那逐天干那想要食、想要佚佗安尼尔，厝个代志拢无咧管，囡仔无咧教，即拢真可惜啦吼。所以我想，咱真正毋免伤费心神，第二代会好些人，啊，咱若家己。好嘅，你也爱足注意，爱提醒吼，咱来足细腻嘅，唔通去承担嘅囡仔，好不好？哦，这是一个重点安尼啦吼。后来结论是啥物咧？结论伫视频内底有讲，视频讲你若看人咧发财吼，向阳财产增加真济顺吼，讲你唔通惊啦，惊啥？惊家己赚无啦。看别人咧好嘢，顺就讲啊，我哪会节省安尼？先讲唔通安尼，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咱今仔日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结论，就是讲，
钱这个物件，生活基本吼，唔免看伤重，吼、哦，啊唔通提出来乌白顶，吼、哦，但是唔是讲白当好嘢，是你的品格真要紧，吼、哦，啊无论偌好嘢啦，爱记啦，这个世间你享受这个世间的物件，最后结论也只不过甲所罗门同款，吼、哦，虚空的虚空是安尼尔尔。OK， 好，安尼咱今仔日这个专题讲到这，咱做回来祈祷，好不好？啊，趣味的话题，我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来祈祷。啊，唔知是要祈祷好嘢，还是卖好嘢呢？总是我想，这唔是我来当决定。好嘢好，善事也好，你甲阮讲唔是重点。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就甲咱讲，生命唔是伫你的财产偌济，生命的丰富。是灵命，是心灵，是精神，不是外在的享受。你的话已经足清楚跟我们讲，所以求主予我们啊，尤其呐，食到老的时候，当啊有人食到老，颠倒钱煞看袂开呢。有人食到老的时候，才开始咧一直想讲啊，我若好嘢，唔知要偌好。有当啊，咱的心理上无一定真健康，所以我来求主来教示我，求主来锻炼。我阮真正爱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灵甲想法，求主来锻炼阮，会通用正确的态度来看金钱，也同款求主赐予阮生活拢爱有够，唔通为着生活要烦恼，遐压力有哪真重，无必要。尤其足侪长辈食到一个岁的时阵，求主锻炼阮钱看较开，因为阮足侪长辈较早细汉时拢真瘦。所以地高有当啊，对钱较无安全感，有当啊会钱掠较刁，甚至有当啊在子孙咧分财产，也是讲子孙大家咧生活的过程中间为着钱会无欢喜，这真正拢无必要。求上帝，阮大家会用看较开，哦，知影讲足侪物件比钱佫较要紧，哦，求上帝开阔阮的心。予阮做钱的主人，唔通做钱的奴才。也求上帝，予阮搁较侪敬畏你的心，着较接聚会，较接读圣经、唱诗歌、祈祷，丰富阮的心灵，安尼才对。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